我平时都叫他凯伦，认识两年多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觉得他跟想象中有点不一样，就是那种有点坏坏的样子。首先可能第一感觉我觉得还是外在吧，外在可能也是自己比较中意的。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比较有安全感，就是比较重感情，比较顾家，很顾家的。他都不会在外面过夜的，他都再迟也会回来这样子。有一句话是他的口头禅哦，他说我会把你宠上天的。比较爱笑的一个人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他都是他哄我的多，有的时候可能说他还是会比较理解的。第一个是我觉得他各方面都还不错，然后对我还算，就是在他这种限度上来说应该对我还算蛮好的。